高雄亲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下周讲天书的时间。礼拜六日就会到了，今日同大家关心天书。身为看到卫星云图，其实呢，了解方面都根本呢就会离开台湾嘞。韩国呢，当片嘅部分有一个高压会接近台湾，所以整体来讲，台湾根本呢国铁天时都系多云多强嘅好天时。整体摩罗水温度差不多会有30年到34度嘅高温。韩国到了下周过后，因为有了解呢对了发展作用起来嘅关系，所以特别注意就系国铁三期，韩国有台台北地铁。会有了解风台水的情形发生，其实呢，原本有一个大压都会面向，伊底下呢，就根本呢开始由高转做了解热带性嘅大气压力，底下出了看几个路线图，根本呢底下呢几个了解都台湾东南风逐渐冷空气嘅会面向，对等西北嘅方向前进。今日下呢，最接近台湾嘅时间点就是到了拜日，韩国到下年礼拜日呢段时间是最接近台湾嘅东部嘅部分，所以从先了解拜日开始，台湾东部会就会天气转做下唔稳定。不过呢，其实西半部嘅部分都冇受到影响，高铁天气还是多云多晴嘅好天气。接下来就来关心，今半年其实呢落水范围还是主要是受到下周日对流发展作用起来嘅关系。所以国铁嘅三期，韩国有东南部三期、东半部嘅三期，都会有落水嘅情形。韩国呢，不过到了南部就开始呢，了解预料就会停下来，是春到铃铛相隔三期嘅部分会落到一段长嘅雷阵雨。韩国呢，除了看到两片树叶，了解因为底下有讲到摩洛水世界维持到好热好热，所以呢，气象局没有针对了解其有多人士发布了高温提报，从台北市、韩国有南投县、花莲县嘅部分发布了红色嘅灯号，代表呢，今半日会出现36度嘅高温。韩国推动人嘅部分就会发布了今日嘅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日。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民众都不能系讲，都不能时节会保持通风。韩国气候变时节会特别注意，就会做啲加湿多水，还会记得防晒。咁咧系看到今年整体台湾嘅温度，韩国有天时，整体来讲，今年北中南地区嘅位数最高温都会来到嚟34度嘅高温，韩国东半部亦咪会有32度嘅高温。不过呢，还是其他部分就是北中韩国有东南部的部分会有了解雷阵雨。不过呢，韩国南部的部分到了下周过后会有一下落水，一下好天的天气形态，所以出门还是会记得带点遮。韩国呢，最末提醒大家，礼拜两日就会到了，到了拜六稍早开始，两片呢日出都是多云多晴的好天气。也讲有去山区的乡亲朋友，到了拜六开始就会因为了解下周过后有了解局部的雷阵雨。也讲去山区九二年韩国有去江山区的会所的民众呢，会特别注意安全。韩国呢，摩洛水世界会持到好黑好热，会注意风险，驾驶都要水。